下去。防线老师打个电话给我，不知道说过一阵子啊，七六级的同学要办一个人聊天的活动。其实在座的同学大概一半的同学我都有教过。OK， 因为我刚来的那一年也是，我是跟你们一起同时进入高中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那时候的所有女生班，基础以上都是我上的。OK， 所以呢，我大部分是。那我跟各位同学，老班好像各位好像很多人认识他，今天就叫他一江二姐的那一位，好，我高三的同学啊。据说其实我相信应该很多的心里的话，可以就这样的场合说出来，没有关系。爱慕谁，这时候讲出来也没有关系啦。我爱你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爱他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从高中之后就爱他了。6年前去找回来的同学，因为我们毕业之后都没有联络，然后在7、8年前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办了一个301的同学会，然后找到我，尤其是物理、化学、数学三科，那么常常是我的班老师考试的时候，成绩非常是当时出来，心全8分。12分，那么物理上考的大概要34分，老师一出题就想到上面，那么毕不了业。但是结果呢，后来我就听说王老师，他把所有的学生的这个平常成绩上越来越低，看到心全这个是很不仁慈的，所以我毕业那一年的时候，王老师给我的96分是最高的全班平常学生成绩，因为这样我毕业。还有教官，很可爱的教官，也很开心能够见到。很开心哦，我真的很想回到刚刚看到那个影片，很想回到30几年前，以前大家一起说读书好像没有，尤其是曾经就哦，3年级的时候上了高中，我们有机会在这里。我希望在未来的10年、20年，大家永远都能够相聚。Yeah.
员来参加今天的同学会，可我想他不会感到遗憾，因为最后一段路有你们满满的爱与祝福和帮助，只是遗憾没能和你们一起慢慢变老。我想如果他有来参加同学会，他一定会开怀大笑，和大家一起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无论如何，正峰应该会觉得有你们的陪伴和回忆是他此生的福气。在这开心的日子里，愿大家幸福美满，平安喜乐。正峰的妻子景少，这是我们的同学啊，因为我在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生命到了末期，然后我们有很多同学陪伴他走最后的一段日子啊，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很积极的去筹办同学会，因为我们见一次面就少一次，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米佑他是很客气的，他也是找借口了，但是他真的很勇敢的站出来，然后我们全部人就支持他，所以我们办了这一次。因为我只是希望，不管以前我们可能不够认识，不够年轻的时候不够认识，可是现在我们有机会有时间可以认识的时候，就多相互的祝福。尤其现在的大环境不好的状况之下，那更要多一点的努力跟扶持啦。所以我看了正峰的妻子的信之后，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共勉，就是说我们今天离开你们的话，离开学校之后，我们就是又要各奔前程了。那只是希望大家都联络，阿峰相互的努力，相互的支持，因为我们五零年代的人，上有老父老母，下有子女哦，所以真的是辛苦了。然后让我们相互的疼惜，相互的扶持，大家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今天就是说到最后了，那就跟大家结果祝师长同学们要快乐的过每一天，要健健康康的，好不好？In the sun.